开饭啦！今天吃羊蹄，还有一个蛋糕，开吃，好吃吧，老板？哎呀，脱口一口一个，中西餐搭配。点赞的好朋友给个双击加关注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老婆吃的太香了，爽不爽？点赞的好朋友给个双击加关注，谢谢大家。还是。对呀，还是我爸吃西餐，我老婆知道。这个叫冰山熔岩。嗯，冰山熔岩。我第一次吃。嗯，我也是第一次吃，不过挺好吃的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。大家好，开饭了，今天吃的是毛血旺，来老公开饭吃吧。哇塞哇塞，毛血旺啥都有，大肠。好吃。鸭血，太贵了。点赞的好朋友给个双击加关注，谢谢。来整肉了吧，丸子，大肠头了吧？你去吧。还有大肠头。不要。
我拿勺子吧。嗯，拿勺子。嗯，我想喝这个里边的汤。好的。这个汤好喝。哎呀！来米饭吃，这个、汤也好吃。香不香？香。我来盛点菜。那丸子老香辣了吧？你那个佛头炒菜，我吃点汤。哇塞！那丸子了吧？不要。太好吃了，太美味了。